是无处停。眼睛眯起来，而热泪的崩坏，只是没地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。通过德华生无可恋的表情就能知道这个男人肯定是连跪了，但是这还不是最惨的，最惨的当属下一把。妈的，哎，我他妈又被克了。杨玉环、李白，完了完了，他妈再选个孙膑，我操，那我打个毛啊。这下可好，对面五个人，五个克制德华，这局注定被暴打。哎，长毛德，别懒长毛德，傻鸟孙膑，你奶奶的，我操，戏空了。哎呦，面对对面如此灵活的阵容，最尴尬的莫过于摸又摸不着，跑也跑不了。没办法，腿太短了，这真的打得太憋屈了。我拉扯，我在风筝上面，我又回来了。哎呦我都被控了，我靠！杨一芳不在，杨一芳不在，他被我打回家了。哎呀，我被李白控了，哎呀，我都没想到，这是我的问题。因为白这个不可选中，我有点太难了。能刷拖吗？完了完了！加油加油！射手不在，射手不在，再不行就走吧，射手不在。哎呦，我没闪。主要是这波接一下吗？去接一下，去接一下，这曹操乱，主要太顶。哎呦，这波我没闪，兄弟，我这波没有闪。不过好在这局司马懿和大小姐比较给力，19分钟团战打赢，让德华有了赢的希望。我把杨玉杀了，我把杨玉环杀了，我把杨玉环杀了。马可波罗的给我死！我秒了，成功！马斯超被我杀了。来来来，别怕，我再给你们加攻速，兄弟们。还有10%的减 CD。走中线，走中线，中线，中线，走去守，李白要断线的。中线吗？我在守啊。对不对？不对，李白已经漏了，李白漏了。能一波吗？应该是能的，李白要断兵线。要是不能一波的话，赶紧去打龙啊，这才是关键呢。杨玉环无所谓，杨玉环无所谓。哎呦，我操，干扰了，干扰了，算了，先走吧。哎，完了，早知道先去打龙了，我操，三路兵线也不好，现在才打龙为时已晚。曹操你在干什么？这半天不来。李白复活甲被打掉了。不是这波，哎呦，这波太呆了。开龙没开龙。曹操不知道在干啥吗？我把那个。哇，快点来守啊，这怎么守呢？李白保命全被我打掉了，他复活甲和弥勒都死了，撑十秒，撑十秒我们就能活。曹操，曹操你在干什么？哎，曹操你在干什么？我操！管你妈！你在干嘛呀，曹操啊？知识与无知，我的奶奶的孙膑，混子！经历了游戏人生的大起大落，德华已经气急败坏，愤怒的情绪随时都可能溢出屏幕。此时赖神得到消息，也来参观德华的痛苦面具。咋回事啊？这一进来，这个面具。
又发生了什么？我看一下啊。